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Patty Chen 的 YouTube 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 Patty。对，我新做了一张这张，对，因为我想说会比较方便，所以我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说明的是，我要寻找团员中，对，寻找团员的条件有第一个。一定要替我们其他团员按赞及订阅，对，这样子才能知道我们详细拍的影片，对，才能多多了解我们到底是怎么拍片的，对。第二点，一个星期至少要拍一部影片，对，这样子你的订阅人数还有按赞人数可能会一直增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你更多的表现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可以给我们有什么做不好的意见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，然后我们能改进。对，第四点，订阅人数至少要有一人。对，一人是非常的好的，应该是很快就有一人了吧。然后第五点是一定要拍与团员或同学交换礼物，对，一定要跟我们，就是如果你入选的话，你一定要拍与我们其他团员或者是你班上的其他同学，就是交换礼物，对。第三点，如果你有与我买东西，你绝对不能弃单，对，如果以后会就是拍一个贩卖 squish 还有贩卖一些东西的影片，如果我的团员们要跟我买的话，请你不要弃单，毕竟你是我的团员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以上有这些条件你都能做到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想要参加哦。我们的团名是 Squish 的手作教室，请大家踊跃参加哦。请大家踊跃参加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一个赞。然后呢，想要继续观看我更多拍的影片的话，请按下面红色订阅哦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